大家好，再次来一场拳皇98 C 版的解说。这个版本特别的连招，特别的刺激，大家拭目以待。现在是草剃精对战中杖。草剃精一个跳舞，一个后勾脚啊，算是。然后闪电踢，再来一个闪电拳。好，抓起来，也没抓起来啊。红丸是想这么抓起来，然后来个红丸头。好，再来一个闪电拳。草地精也开始发威，直接大招，没有连起来啊。实际上那个大招以后还可以再连起来。然后再次来闪电腿，来一个闪电拳没打中，没事，非常的悲剧。哎，现在红丸已经反过身来，一个闪电踢，直接打败草地精。现在出现了八神来说应该是很厉害的，但是还是被红丸抓到，来了个红丸头，再次来了个大招头，追地一下，来个过肩摔，然后继续走击。好，一个闪电拳，哎呀，直接给干掉了。看来要穿三了啊，要出现穿三的状况了。EP 有点弱。这奇葩射这一招也挺猛。直接闪电拳。哎，直接大招抓被反了回来啊，被强反了回来。再次闪电拳追地抓个红丸头，好，再次来个大招，28连直接结束。